七月二日，马天宇在微博上发出与家人拍摄的写真，并写道：两件事，一，这是全家福；二，最近跟家人出去玩两天，那个谁就别跟着拍了，感谢哈。照片中，马天宇分别与父亲和两个姐姐出镜，并表示要带家人一起出去玩，获赞十分孝顺。马天宇出道至今，一步一个脚印地专注于演艺事业，努力塑造好每一个角色。他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，不负大家所望。他率真的个性和充满活力的形象也使他圈粉无数。